知数算数阁无好，介久啊吼。伫春秋战国的时代，迄当时无要紧啦，迄免炸，迄免炸，迄灯泡会坏掉。你让它先关掉，然后那个冷风继续吹。是讲这么心情较进步，安那无吼？那个一颗照到一颗灯泡三一两千块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其他不要，这样子，你别休困。这个双人在讲这个五子书的传奇，爱对因老爸遐讲。咱来讲楚国楚平王的时，迄个时阵，楚平王打算讲要替伊的后生来娶亲，命人去这个秦国。去找到一个绝色佳人，公主名叫碧莹，两个讲好势了，准备打算要将伊娶来做新妇。这个时阵，楚平王的一个大臣叫做毕无极，伊是奉命去迎请去娶亲过来，将这个小迄、那个小姐公主给她娶过来，让因会当完婚的。在这个夜观的时阵，无意中看到。这金鹿足水，这碧莹天姿国色，有金鱼玉眼之美，闭关哦，桃花之容。想看这个吼，我官若要做会较悬的时阵，爱对这个大王较好个。伊转安尼心肝一个想啊，对，这个娶出来做新妇，就规条做太太就好啊，啊，家巴结就好吼。迄若讲要抱，爱抱着位，抱唔着位的时阵吼，要心肝冷嘞。好，转来倒转去了，向这个楚平王讲吼，这主公，金鹿碧莹，足水的，这个你若会当家娶起来做游中吼，这个对你应该，较对你配配较会当过。这个楚平王想，问题是。将这个碧莹来，我甲抓起来，安尼要用啥人来嫁阮后生啊？用织女代替金女嘛？织女代替金女，碧莹是织国的公主，金啊，若这个织女一般的宫女安尼尔，这无法度，因为这个织女就是参碧莹做伙过来，算伊的祖干啊，安尼甲伊抓过来。啊，会伫搭，毋是像即马有脸书，有啥物迄个网络系统，大家知影讲即个是碧莹，你甲换过历代偷江，无人知影。看哦，即马毋是迄个二十一世纪的年代吼。对，换过。转来换过，恁也知影鸭卵白白毛香。即、這个代志落尾传扬出去，夫妻子妻，父长子妻。一般大臣拢无人敢讲话。独独一个人，五车，一二三四五的五，哦，车，车妻车花的车，奢侈的奢，五车，这唔对啊，优倍人伦，那即卖咧讲哦，这不伦之恋，这应该向大王要去做一个明君，比诸将诸侯内底名声要好嘛，袂使乱来。这名声传扬出去，这都未看口哩，全安尼去向楚平王去来进谏，来苛刻。楚平王听了咧听咧，五车拄袂调，有一天伫文武大臣咧甲伊讲吼，大王，臣有一本，这五卿你有什么代志？有甚物代志，小等下咱私下才来讲好啊。这楚平王头壳真巧，哦，这小目睭小溜咧的时阵，就知影讲这个五车要创啥。这个时阵五车讲无，这件代志事关重大，需要动电造纸。动电造纸，动袂调，三体四体提袂起。这个时阵五车讲，启禀大王，臣有一本《古人道》。天地公雄该守，天地君父书。这个相信大王，你知影？问题今仔日本来应该是你新妇的
是做你的媳妇，你竟然忽渐注册，你日后要安那通知初国？初平王气一个面啊，规个拢全红起来，又要脑充血。来人啊！以下犯上，将我车按天罗台斩。哇，这啥代志？稍等，传令下去，即时去我家将我车一家大细拢装抓起来，袂当走险一个。哇，这个代志，金灯安尼一个酸风声，随传甲对外口出去。这个代志好到这大条，秘书讲，主管唔对啊！你安尼要做的时，人讲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五车两个后生，五上跟五元，方向在我，想办法将因调倒转来，怎么处理？哇！寡人的爱卿，你真正替我设想一道，赶紧传令下去。问题因安个，因安尼就要转来，无用封官之名将因选入调入京城。阿虎下圣旨，派人出去。派出去了后，钦差大臣一路风霜来甲找甲五常甲五车，一个入去名。五常讲，有钦差到位，天才到位。皇上的旨意接，一个看完飞行了，那真好看。要选掉你兄弟，你官封，你京城封官，嚯，真好看。反正唔对，谁人唔对？大哥，你个想，父亲在朝为官，官居一品，哪有可能搁封咱什么官？搁较迄落时，你着阿兄老爸若做了顺事对啊吼，咱要爱荣华富贵，哪里无？啊！不过，大王的指令已经下，安尼是要安怎办？这要安怎办？总是袂当入去。这个时阵，武松就讲，袂当入去。问题是，我身为人中主，这父亲有难无无倒等于参分忧，这讲袂过去。还佫有，我昨夜间卜了一卦，咱。凶多吉少，你知无？怎样讲？恐惊一去不回头，摔落去。啊，搁迄落，咱全家大细300依靠，可能即马拢无伫咧厝，按安尼得倒，可能拢被金天罗咯，哈，天罗。这个孙五常讲，这主事听好，为兄无悔。惊啥袂使，也毋过家事万一，咱全家遭遇不幸，这个亲仇大婚，你爱替阿兄去报，报，太师之义报，毋是匹夫之勇之报。连夜五元就倒亡，五常一个转去甲惊死，真正不出所料，一家300依靠隆重起葬，死了了，全家300依靠死到无半个。五祖师弟倒亡期间，一世界大海报公文，人上隆重要画，隆重要献上。要来抓这个五祖师，五祖师沿路走，沿路走，沿路走，走来到昭关。守城的兵将目目战战，围伫咧守门外。每一个人内外拢围好势，要经过的时阵对形图。反差门口音，顺势问讲：“你有啉酒无？”是安那？迄啉落酒边就变红啊！本来白白的，变作较乌啊！啊，问个哦，这个，这个时阵不是我出去的所在。这个时阵，闪来一边啊，拄啊同遐，
规规水水伫遐咧秘密路时，忽然间一个老伙仔行出来，对过来，全甲牵咧，全对小路走。来找的这个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东哥公，为了讲是王禅老祖的徒弟，转一个圈离开。请问老中你是？我是东哥公。哦，你找我？中神炮主，天下人贤者当敏之、小之、廉之。唔知老中你有甚物办法？对我来，数天后，你就有出关的机会。感谢五中救命之恩，带落去。问题经过三天，东哥公拢完全无去提起，就要安怎帮助五祖师过关的代志。五祖师逐天伫内底安尼食，食袂落，暗时困袂去。亲手大婚，我要安怎才有法度来报？爹、娘，经过三天甲第四天，头早起来未看西，爬起来，外面看看咧，天怕乌暗，唔知今仔日有法度过关啊？按无我。老死伫即个所在，即个时阵，东哥讲对行出门外，一个来看着，哇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夫所料无错，这古有妙方，真正是名有妙方无比。五将军，你看，伊摕一面铜镜，转来向五祖师，你看卖。你的形容照变了，我的形容照变，你照镜，照镜，镜中何人？这不是镜，笑话！我竟然变作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安尼我是要安怎报我亲手大婚？痛哭一声。当然，我即马袂使哭，还哭来精神。我也甲你讲，转来咧，即个时东哥讲，要等的，就是你一勇成功。我的好友洪普立已经到位，小等你就到。到时阵，将五将军你的衫来，给我的朋友洪普立穿。五时一到，大家准备要吃饭。迄个时阵，才请我的洪，我的好友洪普立参你，然后一前一后来过桥关。你只要看到兵荒马乱、人声混杂的时阵，你信步而行，然后点点啊过关，无人会甲你问。感谢东哥公、东哥先生呀，全安尼，时间一到。即、这个洪普立唔知任何状况，今仔日我穿即身哦，即身衫袂歹，哇、哦，即布料袂歹，即穿着吼，即可能京城遐来王孙公主咧穿诶，真正衫要送我吼，要送你，你穿好看，真好看，哦，人扮安尼，体格敢若袂输，即领衫特别为你做诶，哦，安尼好，你穿起好，要送我吼，要送你吼，好，安尼你先行，我阁有一寡代志爱处理。你先行，咱由华山去吧，转来去，转出去。这洪普立唔知什么代志，安尼反正吼，他完全状况外，就安尼行。今仔衫好看，魔祖师，你要走哪里去？魔祖师，你叫啥人？你才是魔祖师，抓起来！我魔祖师唔对啦，我洪普立。明明五祖师多行诶一模一样，乌头鬃、穿叉，各拢同款，抓起来，全互抓落去。即个时阵，安尼人夹夹滚，有诶看老客咧，啊，一个创啥？有物件要烧送，是要摸菜开牌咧？哦，废话啦，安尼一边只，
拢无讲参即个五祖师，判即个方圆之者开始。即、这个黄埔老去用掠咧，伊甲官爷内底，迄、这个总兵爷内底遐大啊，无大无自家，手骨甲压后白骨就要疼死，哎，甲偷开。将军就讲，啊，你即个五祖师，你搁敢辩解？全安尼伫遐，一个讲是，一个讲毋是，搁因为是安那无就地处斩，即掠当然有动手，千方手万方摇，即吼，刣落去都无采人个物，吼、哦，伫遐还搁咧撸个。即、这个孙东哥讲全安尼，落丛落丛，怎行落去？啊，即将军有滴，迄个好友来拜访。哦，东哥讲来，先生请坐。啊，你今仔日哪只罕行？无啊，我都参我的好友黄埔老讲要来游华山。啊，我伫迄个城门外遐，大等等几波久啊，无来啊，是安那？黄埔老，啊，这拄只掠到一个五祖师，一路咧画迄个敢，无迄个敢是？我看卖啊，迄、那个是毋是阮朋友？哦，啊，既然较好，甲老兄弟你来，你甲认看卖。若是，哦，即、这个海做较差呢，足弱的。哦，啊，若毋是的时阵，看安怎样？毋是五祖师，当然就爱放人。咱一看，即、这个黄埔佬，一个看到，哎，啊，即、这个、老兄弟你无意思，啥物叫我先行，叫我穿七梳衫，去用误会讲我是迄个五祖师，我有遐值钱，值无伊一个卡毛啊，去学掠来遮，吼、哦，真正是吼。哦无啊，都，我也知你无代无志去用到安尼，来要游华山，唔去啊，无闲啊，心情未爽，无闲哦。这会使带走，啊，都唔是五祖师，我是要留伫只食了米的，带走，怎啊甲带入去？五祖师全安尼渡过交关，哦，全安尼一个沿路走，继续去走，是安那唔休困。啊！别对兵过来，武神客出来咧对，楚平王派出来，再将军沈温神也出来咧对，一路对，沿路对数百里，对到位，反正风车一个到，伊人只要对兵一个到，五祖师就不见，哦，好奇怪。对个，到这只五祖师哪走，走来到一条溪仔边，我迄天二号买的时阵，我甲伊讲到。走来到虎尾溪边啊！啊，今仔日遮是爱讲八江溪，还是要讲啥？牛雕溪边。啊，牛雕溪哦，好啦，啊，咱来鱼雕溪就好。咱遮确实有牛雕溪，好。走来到位，啊，咱无船嘞。遮毋是应该来到遮有一个渡口，竟然无渔船，无船，我是要安那过江？遮远远遐看到一台渔船啊，安尼一夜扁舟安尼摇啊摇，开始就安尼。安尼摇，你知影我咧摇啥？吼、哦，毋是安尼啦，毋是咧划龙舟啦，左边一下，右边一下，吼、哦，转来摇，这现迄个多兰珠林向前，话无听到，转安尼个臂，继续往前走，水过一路行。这个时阵，五祖师一个看到一只渔船，另外一个老渔夫遐叫伊讲安尼，继续往前跑，那是要走偌久？走袂去，吼，继续走，迄因为顺水而流咧，行较紧，船咧走较紧，即边则走到喘平平，有山阁会挖着小路，溪岸边也无路，爱走到内底，走到会哭计袂分开，一路堆，爬来到位的时阵，即个渔夫，看看，啊，爬袂落去堆啊，因为伊伫江上看到有看到马蹄烟尘在搅。伊想讲，安尼即个人后壁的队兵应该是伫要到位。伊等下，互伊走到头前了后，看队兵无到位，后壁烟尘无搁咧搅的时阵，就用船来靠岸。即个时阵，五祖师我来，先生上船，即个船杯全打去，打船板互伊过来跳下来。这船就爱安尼摇一下，摇就到时。好，起嚟了后，即、这个。渔夫提刀的这个船，将这五祖师在载过江去。一个载过江的时阵，这个五祖师是安尼，会喘喘到袂喘是安怎？咱进前遐过江关出来了后，直接接来甲渡，来甲渡船，来甲溪边对无？其实这已经经过数天，五祖师是腰杆不倒。我即马咧拍的表示讲我讲了对。
真正安尼腰甲面啊挺顺顺，面有愧色，腰人无少面底皮，伊真正是迄皮薄甲敢若纸，毋敢去共分，所以惊伊讲行踪泄露，对生命有危险，腰腰肝高。即、这个时阵，即、这个老媳妇一个看讲，即、这个将军，伊腹肚枵枵，你到遮小等下，我将船绑好好势，我来替你摕一寡、找一寡食的，等下互你煮。毛主席讲感谢毛着，其实也无我多摕啊，迄老有当有哪一顿啊饱有啊吼。那是真正讲的，佫客气就食无啊。转安尼，伊转伫遐等，啊，唔走我嘿，就只无我等下等下找你无，唔走，找一个所在来坐咧。啊，等，等下，等，迄就无时间看到日头安尼。只，袂使，我伫遐等的阵，等下闲人来看，对面到位也是人去讲无法度。佮即个老姨夫唔知。走去通无较袂，无通走来伊，咱走来换房间，转大困，伊个，哎呦，要死死，下房啊阁真高，完毕个遐，过无外久，即个老媳妇饭摕咧，啊，阁有一寡鱼仔汤，摕好势转来甲摕啊边，哪会无人？路中人呀，路中人，我非是医主求医主人呀，请现身吧。那无出来。路中人呀，路中人，讲白话，我唔是要替你来换钱求名利的人啊，紧出来，画三遍，五祖师才说出来。这个老媳妇我哪想讲？既然迄边迄绝对有夸张诶，好好出来，遮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一寡粗菜，吼、哦，粗俗诶菜饭，伫即个所在放到遐外种是一边用餐吧，啊，真正吼未看你步，用拖咧较紧，食食咧了后，哦，敢若安尼，歹势，搁收一下腹肚，毋敢用筷，安尼面拢红起来。感谢这个媳妇吼，努点你的照顾，啊，唔知尊心待人吼。这个时阵，努媳妇讲，这唔免问我的名，啊，总是大家有缘嘛，飘水相逢，总是有缘才会见面。唔知要安那来报答，这要安那讲报答对哇吼？讲话讲，哎。先一竿宝剑，这宝剑要用一支刀子，套落来，不是抽起来，抽起来准备要刣人咯。套落来，这支这口宝剑顶悬吼，这支剑壳顶悬有七粒宝石，这是我的传家之宝，那是先皇所属，吼、哦，先皇袂使皇，因为迄当时还没有皇帝吼。哦七粒宝石价百连城，你摕去换钱，摕去变卖，当作是我吼、哦、一点小小的心意来答谢你渡江之恩。这将军，我无可能去收你物件。你敢知影楚兵王千方上百方侯？要爱这个五祖师，迄个人头，我敢会看到你屈屈这个一口宝剑，我救你，唔是为着你。啊，这请问老将，你总是会当予我知影你的名，日后通好报答，通记一个，做一个留念。这个时候，老将这个老媳妇来讲吼。你要来记我，要来笑念我，真简单。吼、哦，不离过，咱今仔日是两个贼仔来相拄。我就是在迄个贼渡江的，的另外一个贼。你若假使要笑念我，
我会记你是路中人，你会记你我是溪中人就可以了。哦，感谢溪中人你的帮助。讲完了后，五祖师将宝剑出，搁再甲倒转去，越头了行无三步，哎，唔对，越头，哎，鱼脑只鱼店夫，这个涂骹在饭菜，吼、哦，有一挂鱼翅啥货，这个你家暗暗莫好势，莫去吼，互人发现你，挖较深嘞，吼、哦，挖较深嘞，这个。这个老媳妇一个听了，吐一个大亏，啊，心头壳在想，今仔日家属我若无死予伊看，真足听；我若无死予伊看，行踪日后你若去往对着的时，伊是毋是会怀疑，就是我去家通报，我去甲密报，罢了，心念一动，讲。将军，请你放心，这代志我会处理。伊转咱咧就地讲讲咧，挖一个土坑，挖深深从土暗好势了后，开始伊就起，一路顺风，报你个大仇去吧。这个老渔夫将这个渔船啊，煞啊偷开了后，跳入船中，这只渔船啊，才开始过入船江中一个去。无啊，好大概是一箭之遥。这个时阵，五祖师安尼想讲行行咧，未放心，想讲也要甲人下手，要告示一个，一个回头一个看，迄只渔船竟然伫江中，连老渔夫全并过，全并过。五祖师一个想，哎呀，好言也好。想袂到我突然竟然造成老渔夫，我的救命恩人竟然死在江中，安尼一个落去，沉落去啊！结果一个沉落去，然后诶，安尼想，这要安怎才来会拄好呢？这个代志先按下，因为落尾阁有只，伫迄个来到五角月吼五国。五祖师了，伊甲五国的孙帮助五国的一个太子公主公，落尾的阁女何女来去帮助伊复位，所以有一段《西厢剑》《鱼肠剑》专诸弃翁了这段故事。中央还阁有必赢修集，吼、哦，而且大家爱好，若要查这两段故事，请甲咱支持一下，再听台湾的故事，因为我要后壁要直接接来一。将会兵，等下个这个楚平王死了后，伊的死神传到五祖师的耳孔内底的时，五祖师搁哭，哇，这个人来才爱哭，不是咱生一世人哭三摆哈，搁哭，我永远无迄个机会来报大仇了，报这个血海深仇，我无法度手刃仇人。问题是，到落尾伊又援救着五国的大兵去打破楚兵王楚国。楚兵王无伫咧，找因只算小楚昭王，楚昭王突然走去啊，因为国破家亡。安尼一个走到遮，人追到遐，无偌久，楚主师搁再带着。五国的大军，搁再倒转去伊个国家，问题搁无偌久，即、這个迄当时就变作啥？迄、那个卡奴，伊开始征伐伊附近的遮国家，其中有一国叫做郑国，郑成功的郑国，即、這个郑国足细国个，差不多像咱即摆个台湾参大陆，人即边则喊咧拍，即边则拢架设好了。飞弹准备打了，那边只五国开始打本文，郑国打本文出来，求贤，希望讲有人会当出来退兵。本文打三天，内底条件啥物真好呢？郑国个国家国土分一半，要予伊。
大三江都无人有法度出来，打哪咧打咧，你搁打到规四界嘛无效，就是无人有法度拆这间崩门。到第四天，军神拢大家拍算讲吼，会走会走啦。人百姓人上无，别人来统治嘛是搁百姓。咱在做王的啦吼，我做王在种大神啊，我来讲，照迄当时的迄个常例，迄习惯就是吼，做人的大神啊，做人的无事啊，只要是食公家饭的拢总爱落火，只要战败的国家一国，在拢总爱变做人的奴才。连百姓都不能当，这边嘛，烦恼啊，烦恼未食未困，照常。就啊，第四天透早，一个吼，伊个脚少年家，一脚悬一脚低，就安尼行。帝国国土分一半，这敢有影？分一半，这。一言有用，千言无用。这大王金口袂使乱开，影好听，听乱。你听本文，你听本文，你有知条退兵吗？退兵，小看代志，退兵。来见大王，咱带入去，要去找帝国军，这个国军的孙子咧。啊，这贤人，你有好多退兵，啊，你要带偌济兵嘛？我。唔免带到一兵一卒，予我一支船杯就好。嘿，船杯，啊，着人迄个五二节咧有啊吼，迄种划龙船遐啊，啊是毋是？我们两划着船儿，彩虹林，彩虹林，是迄种船杯哦。迄种船杯无毋对，你要用迄种船杯，迄支船杯去替兵，正是骗笑诶。用一支船杯退兵，百万雄师打破帝国，可能鸡仔鸟会掠到无半只。退兵，无信伊要安怎？无人一般大臣吼，当食饭下尔，领薪水下尔，剩下要创啥？变笑话。好，退兵一支船杯转互伊，这个渔夫转起来，继续伊就转走去迄个吴主事的营帐遐，转伫遐。哪行哪行，路中人呀，路中人，七星宝剑，五星文，可记当年卖饭包戏机，卖饭包戏机，路中人，路中人，来人啊，将你唱歌谣去咧，甲我抓咧，无甲我请入来。唔是要抓吼，请将军邀请，全将即个少年渔夫全甲带入去见吴主事。即个时阵，迄当时一般的百姓地位无讲足低，唔免贵，全来甲头前遐。将军，你叫我，无唔对。我叫你，将军，你敢是吴将军？唔是吴将军吼，正是我一二三四五的吴将军，吴元二主事。哦，啊那安尼你是吴将军，安尼就找着人啊，找着人。你今仔日是要来找我吗？正是草民，正是要来找。吴将军，你找吴将军有何事啊？这个时阵，这个渔夫就讲：吴将军，你可记得路中人这个人吗？这路中人，那不是迄当时渔店人来解救我，我今仔日。吴主事，要哪有可能会当报得三百余口的深仇大恨，刷落去，阁会当如今官居高位？不过，你要哪会？你哪会知影路中人的代志？启禀将军，你甲想看卖，一个伫上联在
江面伫咧生活诶老渔夫，你想一条浅浅诶溪啊，敢因伊会死？啊，未等甲五祖师搁再问诶时阵，即个渔夫着搁讲话啊，将军，你毋免问我是毋是，虾米人，你也毋免问我诶身份。今仔日你若敢输，要来报答渔店人诶人情，一个绝好诶机会。只要将军你退兵，渔店人诶后代，伊会当得到郑国国君割一半诶土地来封赏。刷落去，你我将军，你知恩图报。你会当名汤四海，流传千古。哦吼！传军随将令下去，明天收兵起营，背坐回国。啊，这少年。听咧，只要我五祖师在世的一天，五国无袂搁来带兵马踏入你郑国的一脚步。好不容易，我五祖师才有迄个机会来报答这个大恩啊！来人啊，好好替我送一个。少年家出声问，特别爱家送到郑国的国土城门遐，看伊平安入城，才会当倒转来哈。将军，阿妈明仔载才送好啊。啊无我暗，啊佫有淡薄仔迄落飞伫你，爱家送转去郑国的国君君臣，才有可能安心。替。滚水送一个吧，咱那个退兵了，好，咱来看后壁伊内底是安那画，吼。